大家好啊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据知名记者斯基拉的消息，热刺准备对事不停球员帕杜扑路进行第一次的正式报价。斯基拉在他个人的社交媒体上面讲到，热刺准备向事不停提交第一份的正式报价，并试图签入扑路。球员在原则上已经和热刺达成一致，签下一份去到2027年到期的合约。这个赛季扑路为事不停贡献了两个入球，还有九个助攻，他还是巴塞和车路士的关注对象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